民国76年的时节，突然提起，迄发生呢，他家就改创建个绑架案件。这时节六镇南国小新先生就本人绑架，一个案呢，迄发生在今下半夜12月20日，天一夜校方有否孙亚等人就本人指控迄犯了六镇案，韩国口风牛栏三人案，有否孙过后就羁押为23年，经过检察一审，在民国100年的时节判决死刑听验。每一个案例改读的问题，此跑数又改从系数到剑桥能下笔。今年深夜的俄国的第一届模拟亚洲人权法院，就用有否孙诉讼案为主，判听一个案件有严重的司法问题。到一刻，有否孙已经关了31年呢？系讲有否孙真实系严重的，各国家司法又应该怎样嘅面对受害者加送案？睇事情发生了31年的时间，客家电视台爱对人权的角度，带大家来看一个案例。邱和顺他是1960年生的，所以到现在他已经59岁。独台北看守所的接见室，涉及负担人权团体停机为那收费，本变好只能逆流的邱和顺，每回停机了看机，相互下心啊。又是中秋佳节。这是我要度过第31个中秋节了，到底是什么一直在撑着他？可能就是自己有冤，这个力量想要平冤平反，这股力量在撑着他。1988年，邱福顺俩是二杀，本人指控犯下的六件绑架案、口风虐待致命案，接受严谨羁押调查。案呢，最后就288份是拍数，得反转念宣判邱福顺死刑。不过，唔但像重要的证据，得司法单位唔检特，最后是拍数，没有轻巧的应付。你说啊，那个条文谁写的？怎么写？怎么讲？那是邱福顺写的。写什么？我们家话乱讲。法院已经确认了，有几位同仁是有逼供的情况。那不过这几十几个嫌犯，不是每一个嫌犯都有被逼供啊。所以我刚才提到说，有一些没有逼供的那个供词，应该还是可信的。照警方的那个说法，大概只要你前后都讲说人是我杀的就好了。其他的细节上的出入，其他的犯罪情节上所述的出入都不重要。鉴警到律师团对被告鉴定案那个细节有莫强容的意见，三毛政府做的比对。不过对受害家属来讲，被告的自拍就是两下最接近事实的真相。他说，警察没有必要去编一个这么复杂的故事，来为了要让他结案。A 说 A，B 说 B，C 说 C，D 说 D， 这样第一时间全部都问完了。如果你们的故事兜得起来，然后地点你们都有办法指得出来。然后该就是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你们也讲得出来，那就是你们。被人讲系挑剔姓氏嘅海生，刘静嘅老太刘天公，刘福挑白大年都会过来，带领刘静嘅相片老爸来纪念机。唔但像纪念仪式，刘福正从嘅家庭相铺地图，刘静家爸咪动细心记录地案发前后，甚至调查嘅过程。然后这边就会是比较多当初。案件发生时期的资料，他其实很清楚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时候警察可能会乱抓人啊，就是他为了要草草结案，我们对整个司法还有警察体制，我们都是不信任。今年7月的模拟亚洲人权法院的审理宣判，应该重审邱福顺案。因为了案的刑拘长期羁押，也给政府不检讨得到清醒，伤害到邱福顺的人权。不过受害家属没质疑，该记录的前日马上回来烦恼。那被害者家属的正义呢？加害者、被害者他们家属的正义，你这个两个都必须要顾到，因为如果你只顾其中一个。那代表我的被牺牲掉了，我没有交代了。因为司法弄错了些事情，冤屈人家，司法赶快要做的事情，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把这个过错给更正嘛。但是司法是国家的一部分，国家对于这些犯罪被害人的责任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见了，就减免了。所以国家还是有义务要把真相尽量的追查出来给这些犯罪被害人。1987年到2019年，刘福汉等人自二度来，汉得监狱地图嘅邱福顺，未汉等人为实现几个愿望，清楚真相，本给一家公道，了解所有人嘅面目，难以做得做到呢？继续考验司法嘅公正性。下家新闻，金融准苏福贤综合报道。